那个刚刚七秒前我要说什么？要进行的是图片大洗礼，另外一个即兴的环节。好，哇！让你们瞧瞧看，单身三十年左手的威力。好可怕！刚刚那个沉默。耶！谁说六日要去厕所，直接来这里就好啊。Google 怎么脱下这身衣服？跟我讲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黄色。声音谁介绍？万一现在不知道黄色的人做讲师，现在就不知道到底是多泛滥。白天晚上的我都要啊，最变态了吧？这个小编私信不能开谢罪记者会没用啦，还是他是弯腰而已。那个刚刚七秒前我要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有自带环保杯。是这样子啊，你当爸爸的时间就到今天了。我没用的男人啊，一个小一个乞丐。三分。谁叫在我出生之前你一直顶我？今天的观众好像比较重口味，所以我们决定。我家到了，我先下车。没有人拖着你。没有人，我表现得很好。为什么变这样？你做得很好。下换阿亮。要笑多久啊？披萨可以吃了吧？我反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超级赛亚人不露。记得两分。对，来去啊。屎不能吃啊！